资金费率连续的负值会让比特币无法继续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四小时级别图表，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比特币呢已经有出现连续多个时段都是处于负费率的状态了，对吧？那这种状况会不会让比特币就无法继续下跌呢？我们来回顾几段我认为很值得我们现在来看的历史数据。首先呢，我们先回顾到这段行情。这段行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当时我们跌破了45500之后，我们又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震荡的区间嘛。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区间的震荡是相当明显的。那在这个区间的中段的时候啊，其实大家看空的情绪还是比较浓厚的，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在真正要跌破的前几个时段，你可以发现呢，大家的抄底情绪又来了。大家有可能觉得我们跌到这边是不是已经最后一跌啦？我们要迎来行情的反弹了。那可以证明后续是没有啊。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一定要有人抄底，不然就很难升跌。那还有个例子是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之前在45500的时候，我们把这条很重要的支撑线给画出来，对吧？我们在此时它出现了什么状况？这个资金费率它是正常的。好，那还有一段行情我认为也很值得我们回顾，因为这段行情啊，我们已经要快要跌破支撑了，但是此时呢，有人可能觉得它是不是到了底部，有人抄底，所以这个时候它才能往下跌。好，我们再看到日线级别的一段行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啊，在30000筑底的时候，我们在此处呢走了一个吸筹的箱体区间。OK， 好，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这段行情，也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是有一波小反弹的，从41000，对吧？反弹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一路下跌，然后探底到我们大概在29000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啊，在这一段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相对应的时段资金费率全部都给标示出来其实大家的看空情绪是非常浓厚的，对吧？我们从下方的图表都可以知道这个市场的情况，但是呢，它还是往下跌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金费率为负值不代表就不能跌但至少它很难很难去跌破重要的支撑。当时我们重要的支撑铁定是在30000了嘛。OK， 我相信这个也不用过多赘述，大家看一下图表 也能看得出来。好，那我们再拉回到当前的盘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此时啊，看空的人还是很多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理我们是不是就很难以去跌破我们在日线级别的重要支撑？那从裸 K 的角度来看，这个支撑大概会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粗略估计一下大概就是在37500，对吧？你可以发现呢，这是我们 K 线密集触碰的地方。那你可以发，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价格，37500呢，其实离现在的价格也不过就是一个$2000的距离，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如果说呢，大家也想看资金费率的状况的话，可以利用 Coinless 这个数据站。那这个数据站呢是完全免费的，我认为是很方便。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图表。有朋友问我说，那资金费率是负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抄底做多了呢？我个人是铁定不会这么做的。那就看资金费率在你的系统当中，它占的比重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个人呢，是不可能因为资金费率是连续多个时段为负值，我就因这个理由去做多了，我是不会的。但是我有可能会降低我空头的仓位。好，那你们可以看到呢，我之前在这段行情当中，我是做过一次多单的，对吧？就在这个地方，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跌破了我们的重要支撑，而且我们在往上拉回的时候，它是有放出量能的。那这个量能呢，有一个观察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要比下跌的量能来得大，对吧？那我们现在其实也面临到一样的状况如果说我们在之后的行情当中呢，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盘整区间了嘛？那如果说我们之后看到了一根阳线，它拉起来了，而且比前面的阴线的量能要来的更大的话，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可能要降低周期到一小时级别。如果说
有阳线的量能拉盘的时候，它比阴线的量能来得更大的话，那这个时候也会是一个空单有风险的信号。那如果说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我非常推荐 Bybit 交易所。它是我换过这么多间交易所以来，无论从挂单深度、顺滑体验、交易界面，都是我换过最好的交易所，没有之一。下方还有更多头部顶尖交易所，我保证是全网返还比例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社群。我们现在呢，在看到比特币的图表，其实从技术面上面啊，这张图表就技术面分析的话，它铁定是看空的。那如果说你想得到更细节的观察的话，更细节的分析，可以去看昨天的影片哦。但是它现在与数据面，也就是资金费率的情况是不匹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要考虑做空的话，可以考虑减小仓位。那我是不可能因为资金费率就去做多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一个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